树崩塌。不好了！终于得到你了！快把种子拿回来！能准点吗？你们太坏了！有坏人的地方就有正义的我，灰太狼，我来帮你。嘿，主正义登场！灰太狼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你最好的朋友灰太狼啊！那群小羊又欺负了我。哼，今天一定要好好修理你们这群不乖的小羊。我们才没有欺负他呢，是他欺负我们才对。朱正义，快帮我们拿回能量种子，不然的话，整个大树世界都会枯萎的。嘿。废话少说，你们快跟我走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你走吧。朱正义，他们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交给我好了。终于到手了。这能量种子到底怎么用的？刚才没有问小羊啊。难道是这样吗？能量种子赐予我力量吧。看，有反应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要的不是这种力量啊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快离开这里吧。大树开始枯萎了。朱正义，你看，喜羊羊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大树世界正在枯萎，我们一定要把能量种子运到大树之巅，才能阻止这个危机呀。我不会相信你们的，我要好好教训你们。看，你们要留在这里。那里好恐怖啊！他要对我们怎么样？我要你们跟我学习三个月的正义课程。你看，这是大树枯萎的征兆，这里很危险。什么枯萎的征兆？这只是我家的电梯而已。红红，你和儿子快点系好安全带吧。别跑！小灰灰，快坐好。怎么还有啊？谢谢你，我捕快。现在大树到处都是危险，我来保护你们下树吧。谢谢你，我捕快，谢谢。头别四处看，
开车姿势要正确。等吃饱了，我就给你们上课。被发现了！竟然想逃跑！救命啊！你们待在这里，我去帮他们。嘿，嘿，啊！救命啊！啊！让我们来帮你，快放开我们！在你们救了那么多昆虫的份上，我暂时相信你们吧。嘿，这里不安全，快点离开这里。啊！灰太狼，灰太狼，把种子还给我们！什么破种子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能量。什么？什么？我觉得树上安全。我觉得树下才安全。我不管，我要把大家都带到树上去。不行，一定要把大家带到安全的树下。其实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啊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决一胜负吧。好啊。不要吵啦。你们俩也太有默契了吧。谁跟他有默契呀？我们还是快去大树之巅吧。我不去了。我不能让家人去冒险，我要回去青青草原了。有机会再见吧。我们先带灾民到安全的地方。大树之巅太危险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先走了。你们要小心点儿。再见了，谢谢你们。上树，下树，上树，下树，上树。感觉好像跟着喜羊羊他们会安全点。下树。
这段路太危险了。车已经牺牲自己救了我们，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牺牲。现在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大树。能量种子放上去吧，甲虫爷爷。哎呀，老甲虫，你跑过来说带我的家人到安全的地方，就是大树之巅吗？这里哪里安全呀？先别说这个。快把能量种子放到大树之巅，让大树恢复生机。能量种子怎么没有反应啊？我早说过，这破种子已经没有能量了。那种子的能量去哪儿了？连这里也开始坍塌了，怎么办？